喺呢一个温室入面，唔少市民正喺度采摘士多啤梨。新鲜啦，打针啦，又觉得那个在劳动中啊，这草莓也体现到快乐。草莓在绿叶下面若隐若现的，非常可爱。我们去寻找它们都是一个快乐的过程。而喺另一边嘅村庄，车厘子就挂满树枝。看下山清水秀嘞，体验农村生活。有村民话，乡村旅游仲带动经济，唔少村民直接将水果卖俾游客，收入都唔错，仲开农家乐为游客煮地道美食。煮完嘢嘅过后啊，要解放这咩水质啊，吓，相当系有啲情况啦。市民除了体验采摘的乐趣，嚟呢度仲可以行山赏花，远离都市繁嚣，亲亲大自然。无线电视记者曾巧珠报道。